是不是路过的风也在意叹息，结局绝口不提不提，怎么才能骗过自己，隐藏心底压抑压抑。是不暮色新约由任嘉伦、杨颖主演的当代都市剧，改编自狱警烹香的小说《只因暮色难寻》。原著主要是围绕女心理师刘霞的心理咨询来展开的一场场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有对心理病人的心理治疗，也有对刑侦案件的心理侦破。一个微表情，甚至一个简单的小动作，都逃不过心理师那双眼，要不让你康复，要不就让你崩溃。不过据传影视剧是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原著走的是悬疑推理破案救赎风，外加一点点豪门恩怨，通过女主的心理学知识将所有的事情一件件理顺破解。这影视剧吧，听说是剧中剧的形式，不知道剧中剧的故事是不是原著里女主通过心理学侦破的刑侦案件所改编的。如果演员演技在线的话，剧情应该也是相当带劲的。但是这部剧改编自小说，却把原著的男主变成了男二，原创了一个原著中没有的角色，推理小说家祁连山，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书粉追剧的心情呢？原著里的男主沈清是患有社交障碍症的顶级黑客，他出身豪门，美国名校毕业，年纪轻轻却自闭冷漠，唯独在网络上异常活跃，身体健康一切正常的沈老爷子突然有一天不说话了，沈清就为爷爷选定了刘霞做心理治疗。女主刘霞是一个智商很高非常冷静的天才心理治疗师，她替无数患者做过心理咨询，她各个方面都很优秀，有清晰的思路，理性的大脑，却唯独搞不定沈清。刘霞第一次登门拜访，却连门都进不去，只能和门口的摄像头打眼瞪小眼。沈清和他的一切交流通过网络和短信，甚至通过高超的黑客技术，足不出户地注视着他所有的一举一动。刘霞也终于明白，沈老先生的治疗只是个托词，真正需要心理咨询的是沈清，一个有着严重心理障碍的社交恐惧症患者。沈清几乎从不出门，就连对他最敬爱的爷爷也是闭门不见，他对所有的人都相当惧怕，永远缩在黑暗的角落里。如果说沈清对谁是特殊的，那应该就是我们的女主刘霞，她会为了保护她而把自己暴露在大众视野中。作为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刘霞当然明白沈清的痛苦，可沈清却一边拒绝接受刘霞的心理咨询，一边又时时关注着刘霞。最终刘霞还是婉转地说道，沈清先生，我有能力帮助你，你一再和我发生接触，是因为你也渴望得到专业的帮助。沈清沉默数秒，他说，我永远也不会接受你的咨询，因为我喜欢你。出乎意料的答案，刘霞甚至都来不及反驳，可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真的懂得自己内心的情感吗？刘霞肯定是不相信的，可随着两人接触的加深，一些深埋心底的秘密却在被层层揭开，而刘霞的心也因为沈清而动摇了。心理创伤的痛真的不可言喻，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走出阴影呢？刘霞和沈清到底是谁在被救赎呢？真不好说。还要说一说我们小说里的男二连景云，真的又是一个让人心疼的痴情男二，跟女主刘霞从小一起长大，他明白刘霞所有的伤痛，尽管他的爱被刘霞拒绝，他依然默默无悔地守护着刘霞，真的是从无怨言。直到沈清出现，连景云也是真的很难过，可他更不想刘霞难过，他对刘霞说，我不在乎，你选了他也可以，我只希望这世上能多一个人来爱你。果然好男人只有小说里有，真的很心疼连景云。
不过影视剧的连景云和刘霞好像改成了兄妹，没有了这段不了之情，也让各个角色都有了大团圆的结局。总之，小说和影视剧确实差别挺大，希望影视剧效果不会让观众失望，期待期待，快点开播吧。Em đêm nay nó là cái vực mà sang cảnh cùng đi ăn được à, và căng cho là vùng là mày đầy mẹ phổ nó là Baby, my treasure, I swear by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 love you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t's all for 你在一起 I'll forever be with you.You're waiting for 你是奔赴还是丰富前后必是你没掌握的生物搞不清红绳亦或是浑身小孩子都知道的东西你都会区分只知道缠着我这心我不会躲这下段话请你说爱情终于轮到我我说上天的安排命中就注定你说头发都斑白爱我到任性、yeah. I need you happy every second Never my baby see you cryWe不会再让你流泪，我会和你遇见的，会遇见的。